大队上一届。啊。这是以前跟他一起。请问给哪个了？对呀，你。我跟你讲，伊咧，我自助餐咯，我叫来就当青菜吃。啊，来。哎，这边呢，斯科特先生，请问有什么事？那你讲一代呢？啊，不是的，对。哎，啊，他说，不是，他说只有两张餐券，所以他就把。不能有。笑起，跟金龙也讲。两三餐就两个便当，其他的小朋友就是要跟大人一样的。